云电脑、服务器、云存储等等，通通免费。我愿称它为现代的活力峰，人世间的女菩萨。下面和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因为我使用的是苹果电脑，有时我也需要使用 Windows 系统，我会使用远程桌面登录。于是这个运行着 Windows 系统的服务器变成了我的云电脑，使用还是很流畅的。最主要的是这是完全免费的。如何获取呢？打开亚马逊免费试用的网站，选择免费的 CNR 服务，点击启动实例，选择一个操作系统。我安装的是 Windows 系统，我发现它竟然还支持苹果系统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大厂的服务器可以安装苹果系统。如果你没有用过苹果系统，使用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苹果系统不是免费的，而其他的操作系统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。除了免费的 ECR 服务，我比较喜欢的服务还有云存储，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云盘或者图床服务，永久免费每月 1TB 流量的 CDN 服务。要知道这个规格在别的平台收费都是很贵的。还有每个月可以发62000封邮件的 SES 服务。做营销推广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感动得流泪了？这里有非常多免费的服务，永久免费的也很多，数量太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建议你登录以后来看看，我相信总有让你怦然心动的免费服务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给我个一键三连。我是隔空时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